哎、欸，我的明明没有开通知，它都会自己跳出来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的 它 FB 预中设都是帮你开好来自喷水池的通知。来自喷水池的通知，反正已经在喷水池喽。哎、欸，去看八方啊，八方真的很漂亮。我那在时候很有喝全方位补给那果冻。它方式很漂亮，不过那个手把我没有很喜欢。它就是贝壳很漂亮啊！我原本是想说买这个，然后装贝壳就好了，不要手把。不要动到手把。哎、欸，那个贝壳真的很漂亮。啊，那贝壳很漂亮。啊，没事，就看看就好。我只是想说，应该有人会去做动物之神的啦，所以不用特别买。应该会有啦。贪心的兔儿正在直播1分钟，右上角点点点关闭通知，啊，没有啦，你关呢、关闭通知。开玩笑的啦。怎么能卡？没有，我忘记那个直播通知是从哪里设定的。昨天跟天我们家的严笑打到快吐血哪！他不是自己在打吗？没有，就陪他抓那个古代树啊。他就问我说怎么打比较快，我说你就打一些魔物，就是可以破坏部位比较多的地方啊。那就打大熊彩龙，就他大熊彩龙被钢龙吃掉了。又我被说暴怎怒么办？好吃，我说啊就打啊，然后昨天就是打到我都2猫了，他才1猫才打过，啊后来又出了一只力战雷二龙，他说会不会很难打？我说不会就打嘛，就是我就已经钩爪在那边已经撞3下，准备撞墙了，他从他屁股钩爪沿路到脖子再到头，我说干，你把我记下来，我说是吗？抱歉，我说你没看到，你没看到魔已经被我扒了3个巴掌了。他说我真的没看到哎、欸，我说干，昨天差点杀人，下午好，哎、欸，很气哎、欸，真的没这么气过哎、欸，要体谅新手，苍火龙、雷二龙，我看啊，就昨天我在打的啊。哎、欸，他很贱的、欸，他会把你昨天打的全部都精神还你一遍。哎、欸，那今天像这种一样，总共要列3种魔物、欸，哎，苍火雷二四套，雾障四套，还行啊。那就飞雷种、兽龙种、讨伐小型魔物。啊，听说 CWT 人依然很多哎、欸，听说 FF 好像更多哎、欸，对，我都在想要不要去报 FF，不报 CWT 啊。可是 FF 比较偏向宅宅男性男性化，对啊，也是啦，那边好像 coser 比较多，coser 写真什么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我都没去过。咦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我找不到。哎呦，昨天试了这把吸血太刀，好玩是好玩，可是真的伤害太低。可是吸起来真的是很爽。就是不会死的吸血太刀。对，树窝里爽。我可以撑到队友3猫。依然屹立不摇的勇者，一灯型太刀，原来是一灯呐！哎，我有惊叹号。哇塞，200是金色的诶。对呀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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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不是你啊。嗯，要每个都问一遍，好烦哦。啊，猪猪，好摸一下。啊，你自己去打两百的任务了。嗯，蹭到的。啊，蹭到的。对。昨天就是在帮他打之前，看到一个自由任务，就进去了。哇，野生自由任务。就烂了。嗯啊。昨天打完每日之后，我就匆匆下线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想说，我好像没有回报。水哦，水哦，然后今天打开来，哦，还我了，啊，还你了，还你什么？然后他会给我，他还是会给我啊。哦，是哦。啊。耶。那去给那个评论一个赞，忘记每日忘记还，还是会给你。没见。一个好友推荐。不愧是黑肉大姐姐，都记得我做过什么事。哎、欸，每个都要问两遍呢，烦你。32分嘞。嗯，怎么了？我两接近两点有事情，不晓得。可以打一场啊。可以打。一场好了，你看要四套还是先试好了？嗯，先试一下，自胜先试。想这样的爱情，让我苦恼。那是麻辣鲜师吧？我知道。你知道这首歌叫《初恋》吗？我知道。而且这首歌还是日本人唱的。马奇欧啊！我有四指的四套。好。好。因为上帝从未听见我的歌，我的祈祷。得到回报，而你也难过的啊！哇，他好丑，不，他好凶。谁？就是会在那个中央区域搬着那个篮子到处走的女生，一开始以为她很正，她突然脸放大，我吓到了，脸好凶哦。你好像有点过分哦。不会啊，我这个就这么被后杀。I'm ready。哪有那么多问号啊？不惊叹号啊！不接了，不接了，不接。噔噔噔！哇，苍蓝星，佩服佩服。谁？阿奎是苍蓝星。可是他现在这个不叫苍蓝星哎、欸，两百的不是苍蓝星、欸。切。对啊，改叫苍蓝月有没有？都在月城了。好中二、喔！等一下，我想拿一下我的护唇膏，我嘴巴爆炸。他是男生吧？HDT， 你看一下我的画面，这是男生吧？看这画面。韩寒安安，林安安，萧元安，菊安安，平安安安，都有点像男生吗？就是男扮女装那种感觉，那个脸型。对啊。好了，节操也来了。不，你去哪里？你回来。
但是他笑得蛮恐怖的，莫名其妙。对啊。参加任务调查。哎、欸，四等的奈藏被分类在奈的那一排嘞，没有被丢到最后了。哎呦，哇，小知识，各位。哎呦，终于该改的东西早该改的。啊，一等的还在最后，不要担心。哎，糟糕，被排挤。嗯，用餐选择。五张应该也是怕火的，不是他全部都怕火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张纸，你提醒了我。类人笔记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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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火龙爆破，其他一颗星不怕水。龙趴下，尾巴的弱点，到斩切割二颗星，锤和炮弹都是一颗，也太不弱点了吧。他的胸部可以破哎、欸，干嘛？人家假奶不行。他画的应该是他的包子，可是他的包子是刺的。好了，杰涛记得接那个哦、喔。原来是罗拉。接每日哦、喔。哪个罗拉？早期的罗拉，刺的。啊、OK。是那个什么滑板的那个。滑板助跑的地方，哦、用方块做的罗拉，嗯，直角三角形，方块罗拉，不是三角柱吗？是吗？啊、我怎么记得是平的？三角锥是柱啦，柱状柱啊，是吗？它是圆柱体啊。我怎么记得是三角形？没有，它是圆柱。三角柱，还是胸前放了一个三角柱啊？对啊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各位。你找到什么？三角柱啊。嗯。大胸恶龙的家附近。嗯、大胸恶龙的三角柱。哎、欸，怎么？我来捡他的足迹。哎、欸，不等的、欸，坏、嗯，都在被丢到外面了、啊，坏坏，坏坏，坏坏新出来的坏坏新人，对啊，我还有在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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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！安安，好了吗 ？Go go go！ Go go go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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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勇者萝卜糕，我有假枪。他刚那个转弯，啊 ！Full Panda， 还在这做，完了，有人要离开。有人要用回家玉了。啊，石头的，管他的。哦。哎、欸、靠！他们到了、欸。你先丢回家玉回去用吧。啊，萝卜糕倒了。不是我看到萝卜糕在上面嘟。喂、欸，不对，刚开始开游戏而已。我看你明明死了，可是你却在上面一直嘟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外挂关掉、哦。好啊，我想啊，教我一下。
这场真的是太恐怖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场萝卜糕刚刚吓到我了。不是他好延迟哦。我跟他死掉，然后他还在头上砰砰砰砰砰。好，我换补，我换补。他跟你剪的那场次元切割感觉差不多。对啊。他麻啦？我看到还没。没有啊，我看到他还在走。哦，他麻了，他麻了，他麻了。跟变装备，圣骑士。莫名其妙啊。跟变。节奏掉了。你重跟啊？啊？你重开吗？没有。你没有？啊、我等下读取啊。哦。你们都在画那个里面的，我还在那个结算。没事。我这个可能要需要半小时适应一下。好。你先。那我们两个先打，你先去适应。太紧张，紧张会早死。更换道具。就建议你拿个有盾牌的，不要在那边读了。更换我吗？没有，我说节操啊，他就是堵在上面死掉的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他刚刚就是已经在开那个连续的招式了，然后就在上面死掉的。对啊，那我说建议他压了盾牌就好了。可以啊。这个是很好笑，我看他死掉了，然后我的画面还在那边咚咚咚咚。对对对对，我以为是我内阁，然后我以为是没死，我以为那个是江江还在还是怎样。对，我刚刚好像是江江死掉，所以他没死。啊，我要重连一下。好，慢慢来，我们先进吧。我忘记关，抱歉。等一下，原野大师在跟我聊天。来，我请，我请。好。你要高级还是参卷？都行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失败了。刚刚发生了一个很好笑的意外。好。杰超在我们面前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尸体还在龙的头上，啪啪啪啪啪。所以他就连死。他不是连死，他是啪在那边无敌状态，很猛。没有，在你们还在看我的尸体，我的尸体已经被猫丢回来了。但我们的画面，你还在龙的头上，啪啪啪！可以啊，持续输出啊。对，持续。啊，江江，你还能玩吗？还是要先用吧？可以可以，因为他要装大概一个小时，所以。哦。哦，你不用去看了、啊。我不用去看了、啊。哦。透露一下，装啥？装他们家的防盗门。哦，好，防盗清理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拿东西。好的，我回来了。的，江江还没进来。哦，好，那我继续去惊叹号问一问。我以为它颜色会变得更青，还是更粉，还是怎样的？就是金色。金，金闪闪。快点，等你们一起金。欸、而且我没注意到我变金色哎、欸。Shining，Shining，Shining。
大。哎呀，又被丢包了！哎，他家从十一号下来就到喽。哎呀，你提醒。我的。哎哎哎，大哥大哥。没有好的啊，有。耶。什么？两块钱合集。还好现在减除机玩不会有很长的僵直。杀！没装那一张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尽量压着那个。我也跟你一样。耶、yeah. ！水哟，那一仗的，难怪会死，是忘记了。不要浪费我的，我到了。丢啊丢丢那个啊！落石落石落石，好好好，撒粉！天哪、啊！他头有点大。是我错的。你叫做大头吗？不小心的，我以为，对不起，我多吃，我吃风茄。哎、欸，倒了。我、欸。上面落石用掉了。嗯，我用掉了。不小心的，没事没事。呵，冷。喷喷。没事。他喷回来的第二下虽然没有算伤害，但是让我中风胀气。送你一个金星橙肉干。怎么说脖子有虫在偷咬我？大分哦！小动物上他！上啊！小动物在软他，小动物要跑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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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喷。嗯。软你尾巴。小动物上啊！欸，他一起来好快哦，他不是兽龙种。人家好歹也是古龙啊。可是其他古龙也没那么好，等下抱歉，我再抓抓羊。抓得真好。不是啊，我抓羊归抓羊，我手还是没有离开键盘啊。可以可以，单手操作，单手补大哥大哎、欸。对啊。对。那像我们这手把智障仔，一定要两只手才可以做事。我一只手就可以了，不要小看我、哦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抱歉。我平常也都是两只手一起的。OK 。黄了，嗯，黄了、欸，上吧，看起来，感觉是假象，可以的，有的，小动物又发威了，冲啊，软泥头，他开眼了，哦，完了，就写轮眼，
嗯，我还没吃这个哎，吃一下。哼，假的，丢你石头，带我走。你没事就把人当成什么了？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正中间，你等下去看他的屁股。我刚才回去了，好烫。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，这变刚塞了啦。他说他还想要再一根塞子，哈哈，原来是塞子，而且 HDD 刚好在面前目睹一切，我正在帮他通场，他就帮他刚塞，哦，通了很厉害哦，看到了。笑到我忘记刚刚自己做了什么。